下象棋穿什么鞋？如果你觉得下棋这事跟你没关系，那你就肤浅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下象棋的小姐的人的数量远超于小哥哥，哦，仅次于老大爷。所以当你对这件事感兴趣的时候，恭喜你，跟小姐更进一步的机会来了。首先这双鞋啊，颜值一定得高，而且极具国风。毕竟喜欢下象棋的小姐姐肯定也对传统文化非常大的兴趣，所以我推荐你这双阿迪达斯出奇制胜系列的帅。就单听这名字就知道这鞋的颜值低不了。它红白配色的百搭要体现了不俗的审美。当你和大爷下棋的时候，鞋舌上的棋盘元素可以分散大爷的注意力，而侧面兵器风格的斜杠也代表你必胜的决心。鞋带以西为汉，以东折楚的设计也低调地展示了你在两界的游刃有余。而当你穿上它赢得棋局的时候，旁边小姐也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，甚至芳心暗许。不喜欢这个配色也没关系，还有这双同一鞋款低帮的酱配色，除了和帅元素相同之外，这双鞋的颜色极具个性，镭射的小设计高调展示出你的野心，而低帮的设计更有利于你在坐下时露出袜子上塞着的百元大钞，低调的让小姐姐知道你在棋局内外的实力。这双鞋会在双十一当天在阿迪达斯天猫旗舰店上新。除了出奇制胜系列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鞋款发售，低至四折还有大额优惠券，加入阿迪 Club 会员能解锁更多福利，玩转双十一。感兴趣的可以右下角看一下，虽然下象棋乐趣无限，但是你也别忘了让一让小姐姐。